除妻杀虫剂颜色老公，看你以后怎么找妹。小乔，我跟你说，我家发生一件超惊悚的事，吓死我了。因为爱跑茶室的男主人礼拜天被女主人发现啦，事情大条了。女主人那天喝完酒越想越气，竟拿我出气，吵到一半拿我朝男主人脸上狂喷。看你以后怎么找妹。男主人痛到逃出家门，遇到警察，眼睛好烫，警察带他送医冲洗，还好没有影响到视力。最后双方都气消了，也说以后不会因为家务事再闹上警局。动新闻，床头吵床尾和，别再拿我来乱喷啦。报道。